气，然后呢打过场气以后呢，他又邀请师父去英国去带气。那他自己本身已经有体验了，他也有带禅修的经验了，可是呢师父接受他这个弟子的时候呢，他没有限制他只能够带中华禅法五种的东西。那John Cook自己本身带过什么藏传的所谓的大手印 的禅修，然后呢他也带过所谓的Western Chan 西方禅，那是心理的，就是在那个禅期期间呢是两个人对谈的，对答的，一个人在听，一个人在讲，然后呢到另外一个人讲，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听，这样子，然后围着一个主题来去讲这个问题。好，那所以呢，所以它是很多种了。那禅带禅这方面呢是其中一种而已，可是呢师父就能够接受，然后呢师父也没有限制大家说我们这个形式是这个样子，那你一定要这样子做。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师父是以原则为重，细节呢其实有点变化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他能够接受他带几种都没关系。他说你在带禅期的时候呢，你不要加上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大手印的东西，或者你不要加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西方禅的那个东西进去，那这个东西就是纯粹的这个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就很清楚啊。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的又看到师父那种那个心量是很大的。再继续的在西方在弘扬的时候其实蛮困难的。那师父自己一个人他又在台湾，然后呢又在美国，又在台湾又在美国，这样两个地方跑其实呢也是很辛苦啊。那他自己本身的那个普通的语言的英文啊，普通的对答可以，可是讲深一点的就不行。那他也没法用英文来做一些开始。可是呢，我们在美国那个时候呢，在佛教界啊，以讲禅来讲，它是一个东岸，一个是西岸。西岸那个时候呢，以中国的禅，就是中国的佛法来讲呢，是西岸有宣化上人，然后东岸呢是有我们师父。那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教界里头他是蛮有名的，那尤其是他在推广这个默照禅的时候哦，那个是蛮有吸引人，而且能够让其他的人都能接受。那连南传国家的系统的有些老师都来跟，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大禅这个默照禅。那可以看到这个默照禅呢是在西方应该是蛮多人能够接受的，那是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还有呢，我来念一段了，师父鼓励我跟那个果辉法师在1991-92年的时候啊，我们去那个时候我出家，然后呢受具足戒以后3年，那师父就派我去泰国这个参学。那从这里呢又再一次的又看到师父的培养，就是对后进的培养他培养我们去泰国参学。然后在这里我念一下那个师父这个鼓励勉励那个果辉跟果园两个比丘赴泰国这个游学的函，这些果辉
我原两二位忍者，你们二位日内即将赴泰游学，相信呢二位都能情同手足，同门同法同学，成为同行同修的生死同餐，相互照顾，彼此勉励。哦，这是这个一个段落。然后呢，越是经历果缘，常于果灰，出家戒腊果灰，长于果缘。对于常住而言，分别负责中美两地重要的生殖，乃是代表我及我们两地僧团的身份赴泰。这就是泰国哈。见闻之增长，戒定慧增上，以备回来贡献所学，故以术语相齐勉。一学比方法门之所长，而有助于我僧团者。一二彼法身是形式弘化摄众导熟的优点，当留心学取。三彼国之生计，这是纪律啊，然后生仪生教育制度，宜留心访察。第四彼方禅修方面的个人及共修指导，宜注意学习。第五为一年时间有限，不必贪多，尽力而为，保护道心以及健康。那个师父写的是6月27啊，还有一个祝福二位平安去来。那这个师父的对我们的一个勉励，那从这里啊，我们又可以感受到师父那个很那个关心，也可以感受到师父那种很清楚各有各样每个人的身份是怎么样，然后哪个人是怎么样，哪个人是长处是什么，哪个人是长处是什么等等。然后呢也给我们责任，然后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东西，应该学习哪些东西等等。其实他随时都非常的清楚他的方向啊，然后他那个为众生啊，为佛教的心都表现出来。那我想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讲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可能有人有提问题的。半个小时，哎，还有半个小时，没错。还有些时间。各位菩萨，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难得我们请到果云法师到诸位的面前。你们不用上山，上到华谷山的禅堂去啊，就有问题可问。大家请把握机会好吗？不管是对禅修方面，或是对师父的身教方面，都可以请教。那个萧菩萨，哎，萧公敬菩萨，哎。请问果云法师，我落到禅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做到身体的健康？好。我们要如何才能身体不健？在打默照禅的时候，师父教的这个层次，一个呢是从放松开始，放松身心，然后呢体验呼吸，那体验呼吸，到这个呼吸好像感觉不到。